今天非常高兴啊，有这个机会就是持续啊跟我们茂协一起合作，我们大家来推动水利产业。那推动水利产业这件事情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前景是非常非常亮丽了啊。那先这张图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啊，台湾现在在政府的产业政策里面，我们有在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那新南向政策其实它着眼就是它的人口的红利之外，另外其实在这地方就是在环境上面，它其实这个地方有地震，然后它是属于这种季风盛行的地区，所以在这地方因为人口增加都市化之后，它这边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谓出现的问题就是有地下水超抽的问题，有饮用水供水的问题，有水资源开发不足的问题，还有就是人口增加之后水源的污染，还有水环境的保护这些课题。那这些课题啊，其实在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里面，他们其实现在其实是跟我们过去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今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来推动水利产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那我今天的简报其实就分三个部分讲。第一个当然是从国际上来去看一下水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第二个面向呢，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经济部水利署结合工业局、结合贸易局，还有我们结合我们茂协，我们怎么样跟业者大家共同努力，把台湾在水的一些经验能够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推广。那第三个是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我们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跟茂协一起在9月26号到28号共同一起策划推动举办台湾国际水周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在这个活动里面，茂协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资源体系，而且茂协这边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产业的资料库。那水利署想要透过现在茂协既有的平台，把这个市场还有相关的领域我们在做扩大结合。那希望呢在搭配，我们会规划有大概28个场次的相关的平行技术的论坛研讨会，来协助各位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展的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开拓啊这个未来的水的蓝海市场。那先谈这件事情，我刚跟各位稍微分享了一下，其实东南亚现在目前国家哈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大的。像前阵子日本才刚刚一个突然的一个大雨让这个他们那个叫什么爱奴岛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下子下了雨，下的就是水淹得非常非常的大。那现在目前这个降雨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极端的降雨事件其实是发生的是越来越高的。那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实上就是第一个，极端的气候之后，现在这个台风的路径啊，它大概会有一个规律，它会随着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它会沿着那个轨迹走。那现在因为气候变迁，我们的地表的平均的温度已经增加了，再加上二氧化碳排放相对的浓度年年都在破纪录，所以造成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让我们的台风或者是局部地区的降雨它产生的机会增加了。那增加之后，因为温度上升之后，水的彼此之间的这种热对流的强度增加，那云呢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可是这个海绵过去的海绵是小小的，现在的海绵变得很大，当在海绵里面吸收水达到一个饱和程度的时候，它再撑不住的时候它就倾盆而下。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天空上的云的海绵它面积越来越大了，面积越来越大，所以它累积的水越来越多了，当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
它突然之间下下的雨就很大很大，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所以不管是台风的强度还有登陆的频度都是增加。那另外呢，全世界的人口比例，像台湾70%居住在六都，那我们在亚洲地区呢已经超过50%以上的人口也是居住在都市里面。所以未来2030年有超过70%的人口也是居住在都市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将来在气候变迁下，我们在亚太地区甚至世界各国里面有几个面向，这几个面向将来的所有的国家的政府它都会订相关的规范，透过这个规范里面它会重新形塑一些 regulation。 那这些 regulation 本身它就会创造出另外一种新的管理的模式，那这种管理的模式也间接的就带动了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开发。那将来呢，我们现在收集相关资料，我们发现有四个 pattern 是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可以去注意的。第一个，雨下太多，可是土地开发已经过量了，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土地水吸得更多，不要排得太快，这就是海绵城市的概念。将来海绵城市在未来的市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第二个，所有的基础建设从过去到现在为止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老旧。所以未来在这个老旧的水利设施的更新上面，其实大概有26兆美元要推动这件事情。所以相关的基础公共建设的投资新建，这也是我们在座的中心工程啊，未来在这个机会在这个上面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机会。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台风强度越来越强，人口都聚集在这个都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去年的台风吹那个香港啊澳门，你就看到那个房子啊，对不对，玻璃啊就马上被吹破了，然后所有招牌啊什么都吹倒了。所以在建筑物上面将来的规范也会因为这个东西而会增强。然后最后一个，气候变迁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短延时强降雨，所以预报提前的超前的预报预测让它更精准，让我们的准备时间能够延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那基于这四个机会，我们水利署我们做了把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大概去做了一些累积跟堆叠，我们大概有几个面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那这几个面向呢，也是希望各位在座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共同来去推。好，我们传统的水利事业啊，我们都是主要是什么，我们都谈的就是治水，只想到治水，我们过去没有想到要利水还有要去兴水，没有想到。所以我们过去传统呢就是在做河川的整治，就是降低淹水，然后呢开发水源，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的开发会造成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堤防做了，可是堤防做了它是分隔为一个是内水跟外水，那这个内外水之间受到气候这个气候变迁的影响，它有时候内水很难排出去外水，所以这是产生一个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现在气候变迁，所以我们的供水我们原来的干湿季现在有一些改变，像现在冬天越来越短，可是呢下雨的次数越来越少，年平均降雨量不变。所以简单的说，我们过去所设计的水库的这样的概念，现在突然碰到一下子雨下了很大，就而且不是下在水库集水区，我这些水就没办法汇集。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将来需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开拓，就是怎么样呢让它提前，就是从我们的规划设计施工还有过未来管理的部分，我们要去做一个整合。那这个整合除了营建之外，还要整合就是把这些相关的数据来去做一个整合，来创造出就是不怕水淹，供水稳定，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山好水的好环境。那这些东西啊，现在过去我们不太敢讲啊，说我们啊水利产业，或许在座好朋友会觉得说这只是一个口号，原来只有一个水利法，这可能是一个口号，可是我们现在
跟水有关的法律不是只有个水利法，它有温泉法，它有自来水法，它有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然后在水利法里面，我们也有搞了一个新的叫做径流分担跟出流管制。那透过这些法里面，它定了一些 regulation， 那这些 regulation 就必须要改变我们政府现在目前经营管理的一个形态。透过这些经营管理形态的改变之后，事实上呢，它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形塑出来发展水利产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利基。那水利署现在在政策法规上大致已经完备了，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在资金上面去做充实，然后透过资金的充足之外，我们要去做一些跟产学研合作，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前瞻的技术或材料的研发，还有做人才的培训。那当然呢，这些东西我们要透过宣导，带着各位在座的业者，我们一起来去把这个市场真正的开拓起来。那全球的水利市场哈，这边就不再赘述啊。你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七大洲啊，事实上都有水的问题。那水利产业的这个市场分析啊，针对那个国际上有一个 GWI 啊，这个组织啊，他做的一个推估啊，哈，到2020年哈，全球水市场啊，大概有8341亿美元哈。那接下来就是水利署啊，最近这几年来也是跟冒险有做一些合作，我们也试着要把我们的水利相关的技术啊跟成果走出去。所以我们在2017年，我们在这个高雄国际水展，我们就是在世贸跟那个冒险有租了摊位，我们去做了这样展。那这个展呢是整合啊，是做节能创能造水跟水回收，这个物质回收再利用，去做了一个整合的一个展示啊。那这个展示啊，事实上也创造出一些蛮好的一个效益。那除了这之外，我们在去年在印尼的泗水水工城的大展里面，我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展示。那现在也陆陆续续的，我们在印尼也有一些业者对我们的台湾的相关水的市场也表达非常高度的一个兴趣。那在去年也到了新加坡国际水周，那这个国际水周我们的成果事实上也有获得啊在新加坡的一些厂商的兴趣。那在去年还到了东京的 IWA 的国际水处理大会里面，我们在这地方呢也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做的智慧的水池去做这个都市的淹水的预警报。那现在在欧洲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哈，他们表达高度的兴趣，所以有一家公司啊跟我们去这么做这个展，他现在目前把业务已经开拓到欧洲啊，成立了办事处在推动。那除了这之外呢，那我们也跟这好像刚刚看过了。除了这之外，跟那个冒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台湾国际的循环经济展啊。那这些哦，这是台北的啊，台北跟那个这个去做了展了哈，事实上都有产生很好的一个绩效。那刚刚跟各位秀这些事情啊，是水利署我们有这个心想要把这件事情真正的给它促成，所以我们现在把过去的口号化为具体的行动，希望找有兴趣的业者，我们大家一起组成啊一个水的团队哦，来去推动。那未来哈，我们会在服务平台，还有筹组产业联盟，还有搭配这个国际水周的活动等等，来去推动我们的国际链接。好，那最后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哈。哦，我们这次配合冒协做的台湾国际水周的这个展哈，我们水利署我们有推一个叫做 I Plus Water 这个主题展示。那 I Plus Water 啊，主要是着眼在三个 I。第一个就是创新，第二个是 integration 就是整合，第三是 implementation 就是实践。那这个实践呢，我们主要呢是也搭配冒险哈，就是在9月26号到28号在世贸一馆我们有做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最主要是希望就是跟冒险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内过去的参展的厂商能够更扩大哦，更扩大哦，可是不要重复哈。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哈主要规划的哈有三大主题，一个叫做智慧水管理，一个叫高阶的水处理，第三个是水与生活。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从创新整合跟实践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核心的技术。水利署在过去我们在做科专计划里面一些核心技术的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个整合的一个方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分享呢，它只是一个类似蛋黄跟蛋白的观念。蛋黄区是政府把我们科研的研究成果去做一个整体的呈现，蛋白的部分呢，就要结合在座的好朋友们能够去参加冒协的这个展，我们一起搭配来去做往外的延伸，让我们的整个的水利产业的这样的供应链能够在这个展里面可以具体而且可以很明确的看到。所以我们从智慧水管理，还有水里生活，还有高阶水处理部分，我们现在目前陆陆续续已经做了一些概念型的一个图形的规划。那后续呢，我们就是会配合冒协这个地方报名的情况，我们再去做一些微调。那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哈，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从国际的展里面告诉我们，展本身你还要搭配一些技术的分享。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在9月27号我们特别搞了一个水领袖论坛。那这个论坛呢，是把国际上最相对在水资源的领域里面的这个高级的领导来，就是请他邀请他来到台湾来去做我们做一些前瞻性的分享。除了这之外，我们另外还有其他尝试，在我们的26号到28号，我们也租了 TICC 234楼做相关的技术论坛或者是研讨会的一个发表。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谢谢各位。我是晋唐科技的总经理施昌廷。那今天我来这边主要分享一些我们这三个主题，一个是水经济趋势与未来，一个是台湾水资源的现况，那一个是来分享我们这种我们是水处理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来分享一点我们公司里面的时机。那今天可能前半段在前沿这一块，我首先仍然是要谢谢我们经济部统计局跟经济部水利署这边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统计资料在网站上。那这些统计资料是去架构我们这一整个对台湾水处理了解这个产业里面的所有的计算逻辑都会在里面。那在我开始讲我们整个趋势与未来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会先定义一下这些词汇，因为这个词汇是这些定义这个词汇是来架构我这一整个简报当中的组成。那趋势到底什么是趋势呢？它是一个局势的发展动向，它不明确，它模糊，然后它也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那它是一个持续发生加总的一种运动，那它具有时间性，然后资讯联动的横向纵向的一个全面观察，资讯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也是一个集合意识形态的一种波动，也是一种量体运行进行方向的向前的一个集合词汇。那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定义，就是今天之后，从这一刻之后，它不确定，那它令人紧张，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一个未知数。那究竟现在台湾的现况是什么，或者是全球现况是什么？刚刚我们经济部水利署的组长在简报第10页当中有提到一个说，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一个水利产业全球一个市场分析。我今天在这边就要先跟大家提供说，到底这些分析跟市场经济规模它是由什么样的东西来组成？这个是没有讲好，只是我刚好来分享这个议题。那以台湾为一个案例。那这些我希望我期待这个案例有办法让给大家更多一些逻辑思考，在不论你们是在行业要发展，市场要拓展，这些都可以用到。那今天我举台湾三大用水的区块来说，这三大用水区块当中它不含海淡，也不含水力发电。那我提及了工业、农业跟民生这三个主题来跟大家讲，但是这三个主题当中我会比较偏向农业的部分，偏向工业的部分。在2017年呢，整个工业民生用水跟农业的用水量是166亿吨的水。其中当中呢，在台湾的部分，工业的使用水是16亿万吨。这边当中你们可以看到自来水跟自取量这个区块，几乎占的是一半一半。那它的用地面积呢是28000公顷。所以其实大家去除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各区处的使用水的状况，不管是它的水源来自于自来水，还是于自取量，因为在跟各个不同的产业落点在北中南东跟离岛这个区域，基本上都可以推出它的经济规模，取决于这些区域当中所有产业的分布。那这是农业区块，农业区块也是一样，它是全台湾使用水最大宗的一个来源，一共是118亿吨的水，其中呢，当然分配当中，灌溉用水占了92%，那养殖业的占了7.3%。这个养殖业的7.3%，我们在做统计资料的时候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7.3%当中哦，又有80%都是养猪的产业在农业在用水，那这个灌溉用水呢，接近60%都是一二期稻米灌溉来使用这些水。至于民生用水，民生用水部分是31亿吨，整个台湾的自来水供水量是95.6%左右，那自取量也是来自于4.4%。这个人口统计基础是以2200万来做基础计算。至于如何把这三个资料并到这个我们从2016年政府在推行的整个经济发展的部分。政府在2016年，他推行5+2的计划。那这5+2当中有什么？它有物联网，有生物医学，有绿能，有智慧机械，有国防产业，也有新农业。那这个东西跟我们水有什么相关？我想各行各业都需要用水。那这个红色区块就是我把它标注于会跟我们水处理有相关的。无论是在研发的部分，任何智慧化的部分，任何生物发展的部分。这边我再提及一样东西，叫采购经理人指数。那这边呢，它采购经理人指数，它是衡量制造业的体检表，无论是在生产新订单跟商品价格这个区块，这一个整个区块比较着重在于工业用水的这个部分。这边的公式我们看到 ，PMI 的公式是订单权重、跟生产权重、跟存货权重这三样会跟我们生产最大有相关。既然要生产，就要用到设备，要用设备就一定会用到水。其中当中呢，这个那个 PMI 指数当中又有一些比较高产值的产业，这产业台湾有化学、生技、医疗、那电子光学、那食品、纺织，还有基础原物料产业跟一些交通工具的产业，跟电力机械设备。那到底我们在这个上面提供这些数据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台湾工业产业用水所有台湾26个产业分布的一个用水分布。那这边我们当中看到那个下面比较蓝那个区块比较用的比较大，就是化学原料、肥料、这氮化合物、塑胶这些等等。这张图秀的部分是产业的用水量跟产业的公司数量。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蓝色的这一整个向下斜面的这个曲线图是整个用水量，那这个直条图呢是所有公司的数量。不论日后如果各位有机会在海外拓展市场，去评估用水量的时候，就像前面刚刚水利署组长所提到的那一整个经济规模，它的计算逻辑可以来自于这样。因为不同下面是不同的产业别，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 Statistic Bureau， 就是他们自己的国统局会统计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去捞一下这些公司的数量去除一除，那有一些是自家业者，或者是说有意要去开发的部分，你们可以往这个方向下去判断一下。因为每一个国家你们要去的地方，它要用水，但是谁是用水大户，这个就要让大家自己去抓一些资料来。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分享的是台湾的这个工业使用的区块。再来，我们把产业用水量跟整个产业营业额来做比较。基本上一整个国家要做发展的部分的话，所有的营业额跟我们的用水量当然它是需要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这边来看到产业用水量，你给它多少水，跟你它能创造多少营业额，经济规模再当然回馈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当中。以台湾为例子哦，这边就是电脑电子跟光学制品，这毋庸置疑哦。再来就是电子零件制造业，这个也毋庸置疑哦。再来
也是一样。第三个就是我们化学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这边呢，我们再把前面的几项数据去下去去除一除，我们可以看到产业的营业额跟每吨水，意思就是说我给这一家公司多少水，它可以为台湾创造出这个产业创造出多少营业额，以及整个公司的平均营业额。下面是各个不同产业这一整个区块，那每一个区块都有它的公司数，我把所有给它的水跟给它的营业额下去去除一除，我就可以得出平均每一个产业每一家公司，当你给它一吨水的时候，它可以为这一整个地方创造多少营业额。毕竟我们是做水处理行业的，当然我们这个行业的收入当然是取自于你自己的客户是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要用水，他能不能赚钱，那他赚完的钱他才有办法去投资这些设备来给我们。这边呢是固定资产的一个投资额，近期我们台湾都会讲说啊，外商回流来台湾投资2500亿，那这张图我就要告诉各位说，投资的那些2500亿当中分配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呢，外商要回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台商回流，那他的钱首先要干嘛？要在台湾设厂，一定得先买土地，不然你没土地，你也没办法去做这些设厂，来做这些投资的部分。那回来做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呢，当中又拆分，买完土地之后，他又要做什么？他要做地上建物。那他除了做建物以外，还需要就是盖厂房跟买机台。那对于我们来说，那有什么样的机会呢？你盖厂房，我们是不是有民生用水？你盖机台，我是不是有工业用水？这是一个逻辑，给大家在这边做参考。那至于我们的未来，在不论是市政、工业跟民生，到底会怎么走？如我前面最早所讲的，统计出来的一个资料，会带这一整个产业的前进发展。那我们是水处理的公司，我们是会附带在这一整个趋势发展前进的一个动线底下。水又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哦，我们没有办法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球上的这些水，2.5%是淡水，97%是海水，2.5%淡水当中又有67%结成冰川跟水。有1/3又是地下水，约是0.3%才可以用，它又分布于在各处哦。那台湾的水资源的现况，如刚前面我们水利署署长也有提及到，当中之后除了这些原水水源以外，再来还有哪一些水我们可以使用？污废水，重要水资源。在干旱的时候，我们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水啊。一些我们自己的客户，比如在竹科的，在南科的。那大家都还是一样需要去把排放出来的水再做多次的使用。那这一整个我们台湾的政策目标预计2013年再生水使用量达到每天132万吨，包括生活污水、水污水处理厂放流水这些每日利用的这些数字哦，也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台湾当然是需要安全跟不缺水的这一整个状态。那以我们自己的公司当中，我们自己发展的一个发展历史的严格一样，我们是从工业发展到生活，那再从生活当中发展到家庭去。那我们在从80年代一路到今天，这些下面图示就是我们自己公司发展这些产业使用水的一个发展进程。那我们自己的行业当中，我们也做市政供水，我们有一个高雄考潭跟翁公园的5大净水厂，其中的2样。大概日平均供水量可以达到54万人来高雄市民来使用。那这些也是一些我们的客户。那至于我们自己的公司里面呢，我们是整间金堂是做纯水、超纯水跟污废水的这一整个区块。那我们金堂对于这三个领域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当然对于工业当中，我们提供他们纯水、超纯水来使用，基本上就是给他们纯净水来使用。那以市政的部分呢，我们当然是提供安全跟不缺水。毕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旦你们家的水龙头打开来它是黄色的，这个是会上报纸的。再来对于民生跟农业这个区块，我们当然是提供这些护生水。有一些工厂的排水，如果你们在下雨天的时候出去看河川，那个就是很可怕的时候。再来在于最后
我们在废水跟再生水这个区块，就像台积电这他都会说他一滴水可以使用五次，那当然也是要看，毕竟我们台湾比较经济规模不是这么大，那会花起钱来做这些再生水的公司也是有限的。至于最后我这边讲一下我们自己的高雄这一块的一个时机哦。那高雄五大净水厂在这边，考潭翁公园、平顶、澄清湖跟凤山，这是自来水的五大净水厂。那它的水源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翁公园是来自于高屏溪的地下水，考潭还有汇结浮流水跟地下深井水。我说简单的讲一句话，全台湾最糟糕的水质就是我们公司在处理，在河川的这个部分。那它的特性呢，它会随着原水的水质季节，它非常的不稳定，就像我们很怕下雨。那在原水中氨氮总硬度、总固体溶解度、铁锰这些都是非常会非常高。那我们台湾的水厂分为两种，传统的水处理跟高级的水处理。传统水处理就比较没有办法拿掉前面那一些，但是它唯一能做的部分就是它可以降低一些原水的浊度。那至于高级厂它到底可以做什么，高级厂就可以拿掉总硬度、氨氮、总固体溶解还有铁锰这个部分。目前为止我们台湾的双磨厂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双磨厂。那我们这个营运成果在2007年的时候9月它开始做，那它的整个质量它变化是非常大。那我们公司已经有11年超多经验，全台湾最老的水厂就是翁公园，那个是日据时代就遗留下来了。那我们这两个厂位于大寮区，那人口最高，平均一天是可以供应54万人用的。这也是我们上面这个区块蓝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传统处理，下面就是高级处理。水处理就分两种，一种叫物理处理，一种叫化学处理。我们这个水厂是偏重于物理处理，尽可能的不要在水中添加一些化学药剂，尽管化学药剂它避不掉，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不要去放这么多。那我们为什么是可以放这么多？那我们有11年的瓶杯测试，不论各位如果日后有要去任何一个地方开发的话，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水质检验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去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知到水质条件在各个不同季节当中的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可以去帮你省营运的成本，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当然我们自己的系统运转管理，我们在公司里面内部我们是做监控，即时监控，做每日记录，然后我们仍然做数据的统合，统合完之后我们最终把它写成模拟计算式，之后再放在我们自己的操作流程上面，来达到一方面我能提供合格的水质条件跟合格的水量，也替公司来做一些运营上面的营运开销的节省。我们是水经济这一整块的一个实践者，那我们自己的使命一定就是打造安全跟不缺水的这个环境。那当然我们有现在我们有几个国家的一些资料在准备去开发一些市场，就像这个年代当中要打仗的时候，资讯跟统计资料的数量再来跟分析来做结合，当然有国家的力量在带领我们出去打，要出去打仗就要打胜算大的仗，那就怕资讯量不足跟无法解读。那以上就是我的简报，谢谢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台湾最新最就是最好的台湾国际水周，今年很荣幸呢外贸协会可以继续在跟我们水利署合作来办理这个台湾国际水周。那可能等一下我讲话的时候就是声音也比较大，然后有一点就是你们听不太清楚的地方随时可以到最后再打断我好了，就是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再询问我这样子。那我们今年呢就是办的就是2019台湾国际水周，它是英文全名是台湾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那简称就是 TIWW。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的简报会分成6大部分，那会有就是我们会介绍水资源产业，虽然说大家一定都比我更了解水资源产业，我还是在大家面前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水资源产业。再来就是我们的台湾国际水周，我们的展览规划、展区介绍，我们如何去做这个媒体宣传的推广，
那还有我们的周边活动跟目标买主。最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再到我们相信都有保留一些相关的 QA 时间。那缺水危机真的存在吗？就是其实好像不知道这是新闻议题，还是大家水龙头打开就觉得还是有水啊，也是台湾也是这样，虽然冬季不下雨，但前两天的雨也是把大家上班都淋湿了。缺水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水资源是不是不可逆的水资源，绝对会有用完的一天？就像是南非开普敦，现在这是第一个就是先进城市已经没有水了，大家要去淋水，就是像回到过去一样，就是要去淋水，它那个已经没有自来水了，这样子缺水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在台湾呢，水资源产业链是完整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只是直到这几年啊，政府跟产业才开始有系统的发展，我们正是我们这个蕴藏已经非常久的蓝金商机。那水资源商机到底有多少？刚刚就是张广智刚组长有讲，根据 GWI 的统计呢，到2020年，就是2020听起来很久，但其实就是明年的水利产值呢，就推估会有8340亿美元。那8340亿美元就是在水利产业好了，但是像刚刚就是金堂的司总也有讲到，水这个所有经济动脉都会受水深刻的影响，所以说根据推估 GWI 的推估呢，跟水有相关的产业啊，就是不管是在制程，或者是说在它的制造过程，或是在整体的发展里面呢，跟水相关的产业就总额69.8兆欧元，推估大概就是台币2717兆，就是太多了，就是我自己念起来都非常紧张。所以说由此可见，我们对水的依赖呢，远超过于想象。那缺水会有什么状况？缺水，你大家可能想说，哦，第一个可能就是口渴吧，然后可能就是缺水到底会影响到什么呢？比如说口渴啊，厕所不能冲啊，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洗澡很麻烦啊，然后可能这些农作物无法生长。可是除此之外，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在经济产业动脉上面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在很多制造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它的用水量是远超过于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像这样讲好的制造产业，比如说汽车产业呢，也是我们在高度耗水的工业。每辆车的制造到出厂呢，它总共需要用到40万公升的水。40万公升的水有多少？40万公升的水呢？平均如果一天一个人用250公升的话，40万公升可以提供给1600个人每天的使用量。因为那1600人就是有多少，这间教室绝对挤不下，大概就是如果周年庆的业绩一个专柜有那么多的话，就是柜姐就会很开心。那这个可能大家想说人就那好，以我们桌上的矿泉水来讲好了，这一瓶600毫升，600毫升的话呢，大概就是66万6000多罐。所以说在这样水资源的珍贵性呢，其实是大家就是可能一开始就会觉得民生用水可能是受到最下影响，但是就是为什么很多科技厂啊再去做设厂，或是刚刚司总也有提到，很多台商回流的时候，他们要找土地，缺水缺电这一块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水资源也在座各位厂商也都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水资源产业是如此的在产业发展上如此的重要。那这些缺水的危，刚就我们刚一开场就有讲到缺水的危机呢。根据今年5月份《远见》杂志有报道呢，全球废水处理跟回收的商机呢，预估在也是明年2020年呢，总共会全球水处理市场的规模达到900亿美元，相当于台币是2700万美元。那如果如何让这些台湾的隐形冠军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呢？这也是我们茂协跟水利署最大的，就是办这个展览最大的宗旨。因为其实台湾国际水周它是我们一个最新的展览，那这个展览平台主要不就是要让这些厂商能够在我们这展览的过程当中，这3天的展览能够找到媒合的厂商，然后把你们的不管是你们的产品啊，或是找在外国找到一些相关的代理商，或是增进我们所有台湾相关水资源产业的发展这样子。那为何台湾国际水周会是你最佳拓销平台呢？就像刚刚张组长有提到的，政府的水利事业建设呢，将会带动我们的产业发展。目前我国水相关产业其实正在就是起飞当中。那除了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这个也就代表就是说呢，政府在有心处理水资源相关的议题，我们可以带动我们产业加码的投资呢，技术成长也会加快。
第二个，在废污水排放管制条例呢，零排放政策，我们降低了环境污染，产业用水更加谨慎。在这一块呢，在环保设备的业者，还有就是说做膜过滤的，还有就是我们做整厂设备的厂商呢，也是我们很好进入的利基点。那再来就是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跟净水需求，一滴水到底要用几遍？之前的口号就是一滴水用两遍嘛。现在大家如果有去看一些新加坡或是荷兰啊一些相关的，他们其实一滴水用了三遍，第一遍净水是饮用或是或是在食品制造类的，然后第二类呢，第二滴水他们可能就是做冲水用的，第三滴水呢，他们就是用就是灌溉，就是那种就是一般就是比较不会跟人体实际接触到的，就是第三滴水的使用。所以在再生水这一块呢，也是我们相当的重要的一环。那还有就是在再生水这块，我们还有防漏的防侦测。防漏侦测跟漏水，还有废弃物及能源相关的管理跟监控方案呢，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在水处理这一市场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样，那如何汇聚蓝金商机呢？其实刚刚就是张组长的简报里面有提到，水利署自2014-15年开始就跟我们外贸协会有参加我们台湾国际水展，那到今年呢，水利署他们就是有想到说，我们效法许多很多国际的水展，就是很展览，其实应该是展览跟论坛同期相伴，那会把更多产官学界的业者都一起吸引过来。那同时我们展览的除了就是这些展览的平台之外呢，我们有这些国际论坛呢，可以邀到更多的产官学界的交流，同时我们也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更多厂商在做一些新的发展或是新的技术，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那我们除了展示平台之外，我们也会外贸协会另外一个利基，就是我们63个外馆，我们可以动员我们外馆呢来去做买主的洽邀。那除此之外，最大的就是其实大家来参展，有参展过贸协办的展览都知道，贸协办的展览有个特色就是采购洽谈会，一般就是一场。当时我们水州很荣幸的，我们就是有两场，因为行销处也会帮忙做 GBA 采购洽谈会，所以你来参加水州，等于就是你就有两场两倍的机会。所以这也是大家就是可以来参加我们台湾国际水州，就是你可能第一天我们一对一采购洽谈会，那我们第二天就会有 GBA 采购洽谈会，我们也帮你把时间都排得好好的，你也不需要想说哦这两场我要去哪一场，没两个，如果你符合资格，你两个边都可以参展。那我们展览的简，现在有一个展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是从2019年9月26到28在台北世贸一馆，就是这边的楼下这样子。那我们预估目前预估会使用250个摊位，然后截至就是我到刚刚的数据是我们已经有超过200摊的厂商了。所以说，因为今年我们一开始是保守的估计啦，所以大家如果说还需要就是扩大摊位啊，或是来参展报名，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也正在跟荷兰啊相关的驻华机构洽谈主国家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年展览也会相较之下会有更国际性这样。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经济部水利署还有中兴工程顾问社、吉盛啊、阳城管机、台湾水环境再生协会、绿环，还有台大、中原都已经报名参展了。那刚刚讲的，其实大家会想说，哎、欸、，A 区会不会有点就是很小，或是说怕不场地不够热闹？可是我们同期还会有台湾国际循环经济展跟台湾创新博览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所以我们同期三个展一起展出呢，整个一馆都是非常热闹，而且人是会流动。人是会流动的，跟水一样，所以呢，买主呢一定也是到处看，这都是上下游产业链相关的，所以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哦，今年会不会没有买主？我倒觉得你们要多准备一些名片，这样交换才够快这样子。那其实每个国家、啊、对水相关的他们在遇的领域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像是美国好了，他们可能比较重视生物性啊、水游戏的活动，还有饮用的安全。那英国跟日本呢，则是重视了船运、观光、生活使用。台湾则是向先进国家看齐，我们努力提升了河川，从改善污染到安全饮用及景观活动，从环境整治来达成台湾对水资源的保护。也可以知道我们水相关产业它是多么的广泛。正因为如此呢，台湾国际水周呢有六大展区，也是包括垂直的产业链，我们垂直整合，我们有再生水处理到终端净水及饮用水，流体自动化与控制，运输储存与配件到水资源事业及周边服务，我们还有同时还有我们的绿色基础建设，
把整场设备的服务也都包进来，让国外买主他到我们 TIWW 展场之外，他不用再去别的地方了，他到这个展场，他可以就是整个产业链由上中下游他都能够找到，就是在整天就在展场逛不完就对了。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刚讲那么多嘛，就是大家想，大家可能多少如果就还跟得上我的话，就知道我们台湾国际水周在做什么，但是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机会来，没有像大家有这个机会直接实地到我们这边听的话，我们也靠着我们媒体宣传的部分开始在推广我们的展览。那我们就像我们可能会主要分成五大类，我们有分平面媒体啊、报纸等一些专业的相关杂志，那还有我们的户外广告、捷运站灯箱，还有就是车宣传车体，这都是我们会去到时候到展览越接近的时候，我们会做开始去做推广。那还有电子报 EDM。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今天知道我们这个消息是透过我们的 EDM 这样，因为行销处跟我们展览处都非常认真在 promote 这个今天这一场活动，所以就是我们也从前期就开始做了电子报跟 EDM 推广，还有网络行销，还有就是广播及影音广告。可能现在有些人想说，哎，为什么还要做广播？其实广播它的效力是在于说，它其实是用一个很短的时速，但是他一直强力多次的重复放送，在潜移默化之下呢，大家就会知道说，哦，9月26到28，我们需要到世贸一馆来看这个展览。那画面上我也先给大家就是截图出来说，目前我们已经发了一些相关的新闻稿，那我们也有做一些 DM， 可能大家脚上手上应该都有，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国际水周的 DM。 未来呢，我们也会直接就是把这个 DM 呢，就是你们来参展之后，你们想说，哦， DM 是我要寄给我的买主啊，或者是我买主资料库有限，我不知道寄给谁，这个你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外贸协会直接就是会出钱把邮资什么都贴好，然后直接寄到买主的手上。所以说其实你们只要参展，大家都知道这个 TI 就是 TIWW 台湾国际水周这个大平台，这些宣传活动都不用担心，我们展览这边主办单位会做，你们就是在帮我们，就是最后一里路，就是再靠你们去帮我们做推广，推得更远这样子。那我们在杂志上面，我们会做相关的广编稿的宣传。那在电子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官网啊，或是 EDM 跟我们的脸书，我们都有开始在做强力的放送。那现在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哦，怎么好像都是我们只是在打形象，因为前期就是先打形象，等你们报名参展之后，这些版面都是你们的，我们都很希望你们赶快来投稿，然后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就是去运用，然后去让其他的买主们、潜在买主们知道说，究竟他们来到台湾国际水周，他可以看到什么？他可以知道说各个贵公司的产品，然后他就是提升他们想来观展的那些意愿这样子。那其实为了让我们展览更加丰富，我们还有就在国外媒体的部分呢，我们也会下了一些相关的专业媒体杂志，我们今年锁定了全球，同时我们也锁定了美国跟亚洲。这是美国现在大家都知道嘛，中美贸易战转单的状况会很有可能会发生，那这也是我们今年就是也会主要针对美国这个部分。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年也会派员去泰国水展，还有我们荷兰水展，我们都会去做推广。那周边活动的部分呢，其实一个活动要成功，或是一个活动要吸引更多人来听的话呢，其实除了展览本身呢，我们也会有国际媒体的访场，我们有展前记者会，还有就是同期有水利署办理的 Water for the Future 国际论坛，我们有开幕典礼、一对一采购洽谈会跟 GPA 洽谈会，因为写不下，所以我就没有写这样，还有产品发表会，所以我们多边的周边活动呢，我们促进产官学界的交流。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让这些你们跟买主可以直接一对一的洽谈，把实际的这些互动呢转成我们实质的订单，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外贸协会到目前为止呢，外贸协会我们已经请我们的外馆开始做发函，去邀请我们这些当地的买主来。那其实我们按照我们之前办台湾国际水展的一些经验跟统计一下归纳下来，我们买主其实是分成三大类，有整场设备采购的，因为其实在因为我们有 GPA 政府专案这边政府采购专案嘛，所以其实蛮多就是国外他们在当地标到当地政府标案的厂商，他们想来台湾找这些供应商去满足他们那个工程完工的需要的这些设备们。那我刚刚来之前呢，我还收到越南打电话来，因为越南这边也是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就是说 X 可不
让我们希望我们这边多给他些名额，就是越南、开罗还有英国、美国的都有一些买主们，就是都来外管已经来询问说可不可以提供更多的补助名额给他们这样子，因为水这一块本来在国际市场上面的发展，就是你们在做一定比我知道，就比我更清楚，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也是永续存在的一个基础建设，一个盖一个水库好了，它就需要多少的供应商，政府就需要花多少的钱进下去了，所以它的那个背后的产值跟它需要的那些劳动力，还有就是它需要的那些原物料，远超过就是我自己的想象啦。那我们还有就是寻找合作机会的零售商、代理商、经销商，他们都会来。那其实我们水州还有一个比较特色，就是相关产学业者、学校研究机构，或者是一些新的新创公司，这也是我们水州。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展览啊，是不是就是一定要两个摊位、四个摊位、六个摊位，这样才能做出门面、做出好气？如果你是工具机展哦，我觉得那是要的，因为工具机一台就那么大，你不可能一个摊位3×3九平方米就摆一台机器。人都没地方站了嘛，但是水这边很多是相关的设备啊，或不是设备啊，除了设备，一些监控的一些软体或者是一些药材什么之类，它根本不需要那么大摊位，所以一个摊位、两个摊位也都能够带来很大的参展效益，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哦，我是不是一次就要报什么六个啊才能做出门面？其实我觉得完全是看贵公司的产品的发展跟你的需求，因为你把钱省下来，多印一些名片，或是多买一些相关的零食，引诱人家到你摊，这零食就算，就是引诱人家到你摊位上啊。其实我觉得效果比较好啦。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我们买主补助计划，其实如果已经报名的厂商，我们也非常希望你提供给我们，就是你心中啊，你口袋里面的梦幻买主名单，你名单给我，我让外管找一点事情给他们做，让他们去掐腰这些买主，那请他们来参加我们台湾国际水周，然后让他们来就是跟你们，就是你又想说，我是要飞到英国去跟他谈，不用，我把他请到台湾来跟你谈。那但前提是你要给我名单啊，那前提就我们会尽量去做洽邀，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在水周里面，除了就是潜在 potential 买主之外，还有开发新的客源。那再来就是呢，我们现在讲了那么多啊，大家可能想说啊，参加这个展览要多少钱？我们其实到五月底之前，我们都有早鸟优惠。那我们分两种，一种是空地，一个是标摊。空地是48000，然后含基本装潢是53000。那就是这个早鸟优惠呢，就是我们就到五月底之前，所以大家在报税之际呢，也要记得就是来报名这样子。那如果你报那个四个摊位以上厂商呢，我们再提供原价75%的优惠。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然后我讲了那么多啊，大家可能想说，就是刚刚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就只要记得报税之前记得来报名这样子。那我们就是手边你也有我们的 DM 嘛，那或者说这 DM 不小心回去忘了带，手册这边大家就是翻到就是刚刚施总的 PowerPoint 呢，跟等一下中兴工程顾问的 PowerPoint 中间呢，会有两页是我们水州小小的版面，有我们提供我们水州的基本介绍，然后还有我们相关的报名表。那欢迎大家，就是如果就是想要报名的话，只要就是传真过来，或是上面都有我们联络方式，这边也有我们的联络方式，然后你们都可以拍，就手机拍下来，或是把这本带回去都可以这样子。那就是我们非常希望就是大家赶快今年来报名我们台湾国际水周，因为这是我们第一届在这边台北举办这样子，是我们第一届跟经济部合作。那经济部也非常出力，水利署也非常出力，就是他们也就是除了水利馆主题馆之外，他们也做一个国际论坛，所以我们自己私底下都讲说今年的效果应该是会不错啦，因为水利署他们也有他们的 KPI 要达到嘛，所以他们的国际讲座我偷偷看了一下讲师名单啊，都算蛮，而且他们的活动也是两天2.5天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就是在这三天里面会有很多相关产业的业者买主都会到汇聚在我们这个信义区这一边，所以就希望大家就说，如果今年你们觉得说想要来看看，不管是参展或是参观，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现场。那还是说各位听众，如果现场听众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欢迎你们现在可以提问这样。那如果害羞不好意思提问的话，反正就把这个抄起来，你们都可以联络得到我这样子。谢谢大家。我想延续刚才那个我们水利署张组长的这个一些的介绍啊，那其实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多元
所以这个多元水源智慧调控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动态调控模式，啊，那其实这个是属于这个所谓这个啊智慧水调理智慧水这个调控的这个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哦。那其实呢，讲到这个，其实我要跟各位先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国内在做这个水资源的这个调控这一块，其实已经做了很久了，其实几十年都是这样做。那其实早期的做法很简单，早期做，因为资料有限，那其实及时的资讯几乎是没有哦。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做法哦，其实就是先预测以后呢，我们研究各种不同的 scenario， 在这种不同的 scenario 之下呢，那如何来做应对？那可能就是我们讲18套剧本。那这18套剧本呢，我们看这个状况会发生到什么程度呢？于是呢，我们再按照这个我们所设想的这个剧本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控。不过当然我们晓得，目前来讲的话，由于这个整个的气候的这个整个世界气候变迁了，其实整个的这个在这个供这个水的这个降雨的这个分布上面，其实越来越发不均匀，所以呢，这个预测的部分的话，其实呢越来越困难，而且越来越不准。那因为预测只要是降雨量不准的话，其实对后面这些水源的调配呢，其实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所以呢，基本上呢，目前呢，其实我们配合水利署在做的这一块呢，其实呢，我们希望就是在引进所谓的大数据的处理，以及所谓的人工 AI 的智慧这一块呢，能够来贴近我们这个我们的预测跟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形，让它两者比较能够贴近一点。然后当然配合一些所谓的这个调水分析的这个最佳化一个处理，那这样的话能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部分呢，把它能够贴近我们未来的一个需求，让每一滴水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用啊，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要的功用，主要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哦，那当然讲到这边，其实就是说如何让这个东西来更完成我们这个理想呢？其实从传统的这个水利的这个人员里面，其实呢，我们必须在这另外再结合资讯的人、机电的人以及通讯的人，我们必须结合不同的这一个区块、不同产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能力啊，加上我们传统的这个所谓水利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调配，然后来完成我们的整个这个计划的目的。好，这是整个来讲我们这个所谓的多元这个水源的这个智慧调控的一个主要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子。那如何来做到这一块呢？以下我也是逐一来跟为各位做一个说明。好，那今天这是我的简报大纲啊。那当然就是目前刚才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由于这个人口集中，整个供水跟排洪压力也就提升。就像我们前两天下一场大雨，于是呢到处都在积水啊。但积水本身是一件还可以克服的事情，可是如果是万一是洪水溢体甚至溃坝，那这样的话怎么办？这个影响会更大啊。另外一个枯水没有水，怎么去如果去调配这个水源，水从哪边来，哪边还有水这个都必须要继续及时掌控这些讯息所以呢，我们这边其实呢，我们这边来讲的话，我们这是目前利用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所谓物联网这个概念因为有物联网这个科技发展了之后呢，我们在掌控及时的这个水源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讯息。除了掌控目前的水既有的水源之外，那目前的蓄水的情形是如何？尤其在农业这一块，我们晓得农业用水其实占台湾大概70%的一个用水量，因此如何掌握比较精确的掌握这个农业用水变成是一个在我们这个做这个水资源调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利用我们原来这个水利的这些相关的资讯呢，配合物联网这个科技呢，达到这个叫随需而供动态调配随需而供，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计划一个目的的一个精要为什么？就是以往来讲，我们是预设我的需求量那但是我们现在希望能够随时掌握我的需求量，然后让我的水不要浪费掉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概念。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农业用水基本上我们必须掌握到这整个我们目前提供给这个灌溉用水它是不是过量或是不足
但是如何达到呢？这等一下我会跟各位做个说明。这个工业用水以及民生用水，民生用水当然就是你要如何掌控这所谓的这个供水量以及漏水量以及民生用水量。那个这个工业用水必须要掌握整个工业的这一个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水的使用以及水的回收，另外配合我们传统的水源，水库的水啦、河川水啦、地下水，还有新兴的水源，这里面当然主要是再生水、浮流水，这一块，所以把这些供跟需的这两块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完整而且比较精控的这个掌握，来达到我们这所谓的这个随需而供动态调配。好，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供跟需的两端，供需两端。早期来讲的话，我们从需求面来看的话，需求面来讲的话，跟气象也会有很大关系，因为这里面来讲的话，除了降雨量之外呢，温度、湿度、风速其实都有关系哦。那这个会这里面会影响到除了民生用水之外，还有农业用水，以及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用水量里面呢，从早期的这个量测呢，到计划的用水量呢，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的分析，配合人工智慧的方式呢，来掌握这整个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用水这一块，掌握它的时空的分布，在时间这空间上的分布，因为我们晓得这个目前其实台湾虽然是个小岛，可是基本上整个的这个南北的发展其实上是不太一样，在整个时空上面的一个调配啊，那因为这个也牵涉到我们目前能够掌握到的水源，像台北北区的水源、中区的水源跟南区的水源啊，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特性都不一样。像我们南部来讲的话，风枯比是9:1，这基本上你都要如何去掌握这整个的这个水源，这个需求端也是很重要的。在供给端的话，那主要是降雨的部分。那我们晓得目前来讲的话，降雨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所谓的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这个降雨的这个预报。那当然除了降雨，中央气象局的一些降雨预报，我们目前其实上还有其他相关的单位，他们也在做一些气象预报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在这边我们是一种细级的降雨预报。那我们必须收集这些细节降雨预报里面呢，当然依然传统来讲，从降雨到静耳这边，我们有一个物理模式哦，降雨静耳模式，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问题是说，从这个物理模式之外呢，我们为了补足所谓的降雨预测这一块的这个所谓的不准确度，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用所谓人工智慧的方式呢，来让它更贴近实际上的这个情形哦？那所以这个是在供给端跟需求端呢，我们希望在这个两端呢，分别以智慧化的方式呢，来达到这所谓的智慧调控啊。好，那底下我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智慧调控其实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是所谓的短期的这个智慧调控，智慧调控不只是只有我们的供水，这一块，其实呢，这一块呢，其实还有一个短期的叫做防洪，那防洪为什么跟这为什么会有关系呢？因为事实上，整个来讲的话，整个水库的运转以及河川的防洪呢，也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预报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所以来讲，我们这有几个短期的、中期的以及长期的。短期来讲，可能就是72小时的一个时间尺度。这个常态来，但是这个每一旬的这个供水的这个跟需求的一个操作。另外一个是长期的一个预测，这主要是针对这个枯旱的这个中寒期的这个调度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看得出来，其实防洪这一块对我们的对台湾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大哦。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台湾目前来讲的话，总共的水库95座水库，总共的这个有效的蓄容量大概是25亿8000万吨，其实是台湾全部的水库的总的有效容量加也就这么多。那所以呢，我们要，而且在这几年呢，实际上大家晓得，特大豪雨的事件发生非常多，所以呢，水库的淤积量非常的严重。以石门水库来讲的话，石门水库原设计大概有3亿，现在只剩下2亿，是吧？淤积率在30%、35%、3×5左右。那雾社水库更惨，雾社水库原设计1亿5，现在只剩下4000多，它已经淤了70%。彰文水库呢，原设计有7亿4000万，现在只剩下大概4亿6000万。所以淤积率也达到它快40%，所以这些东西呢，所以到目前来讲的话，我们除了防洪安全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如何让这个水呢，能够把局部的水库的水把它的沙呢把它冲掉，
剩下的我们才是我们的蓄水量，那这一块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拿来使用的一个水量啊。所以这个呢会跟我们后续的这个供水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如同大家如果在看的时候一定都会很关心水利署这些各水库的这个剩下多少水库，剩下多少水量哦。那其实这个就是从这边剩下来的一个水量哦。好，那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常态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做到每日的滚动分析，好，达到最小化这个核酸的这个水溢流量，满足各个标的的这个需求。在枯旱期的时候呢，好，我们这个是如果按照正常这种方式去提供这供水的话，那基本上我们的缺口会非常的大，因此我们要如何让它调度使这个缺水率呢小于10%，其实这部分其实就是要避免进入所谓的三阶段供水还是限水，三阶段限水。因为第一阶段当然就是所谓的夜间减压供水，第二阶段可能你大用户就要限水，到第三阶段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民生用水，是吧？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目标在这一个目标就是要让它不要进入第三阶段的一个限水。那在这边来讲的话，整个来讲我们的这整个来讲的需求端呢，其实就是防洪运转，还有短程的操作，这以旬为单位；中长程的调度是以6个月为一个调度的一个情形。那防洪运转的话，主要是对水库的操作核酸的防洪；短程运转的话，做一个动态的调控；中长程的话，就是利用有没有停灌，尤其是在第一期做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停灌，它的限水的决策和水安全的评估，哦，这是我们这个需求部分。好，整个来讲的话，我们这从几个角度来看，供需以及调控，哦，这几个面向。从供水的这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从历史的流量里面可以统计出一些统计的流量出来。另外呢，我们从观测的流量以及细节的预报，哦，地历史的降雨量、观测雨量呢，来做一个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模式，然后从这 AI 模式里面来得到这个所谓的流量的这个预报。那当然这是地面水，地下水一样可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AI 模式的这个地下水的这个可用水量这个预报。那这是供给端，需求端的部分的话呢，从需水的因子，这里面的是如同刚刚哥讲的，这是工业用水、农业用水这一块的各个这个温度的温度、湿度、风速啊，哦，等等，它的这个需求预报，以及我们目前在这个农业部分特别把它拉出来啊，哦，就是因为农业用水占了非常大的比例。那在农业用水部分，我们要如何做到这所谓的动态调配？好，哦，啊，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想法啊，哦。那目前的这一个做法，那等一下我会跟各位介绍。其实我们利用的是所谓的这个用卫星影像来判别目前的这个所谓的植物的蒸发产量，以及它的计划的这个生长的计划的这个蒸发产量的这个差异性，来推估我们这个所谓供水是不是符合，是不是它的需求。那在这里面呢，进入这个供跟需的话，我们进入这所谓最佳化的这个模式，好，让这个水源在这个供需两端得到一个最佳化的一个利用，好，来增加这个水的一个安全性。在防洪部分的话呢，同样是这个方式，我们也是要用 AI 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流量预报，来做一个水库的防洪运转。然后但是呢，因为水库下游就是河道，河道的话还是有河道的防洪的需求，所以河道跟这个核酸的防汛呢，这两个甚至互相的把这个讯息要传递出来，哦，当然要互相 feedback。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目前采用的人工智慧的方式呢，是采用比较成熟的这个六种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方式来做。那整个来讲的话，我们逐时的降雨预报呢，从整个细级预报这个模式呢，经过处理、经过筛选之后呢，来得到这个所谓降雨预报，然后配合地面水的这个建模，又来做所谓地面水这个陆流量这个模式的一个推估，来推估整个地面水未来72小时的一个陆流预报。这样子的话呢，可以作为整个这个水库的这个未来操作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这个是一个地面水的逐日陆流量的一个 AI 模式哦，它整个方式也是一样哦，但是会多加一个地下水的一个可用水量。好，这样子下来的话，我们会得到哦，这个整个地面水跟地下水的这个逐日的这个陆流量。那这个是
农业用水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在需求端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用这种同样的方式来建制它。目前在农业方面的话，我们会先使用建模的方式，把这用 AI 的方式把各个模组的这个参数先把它预定出来之后呢，来做一个所谓的这个需求量这个预报。那如同刚才跟各位介绍，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判断整个这个农业的需求量到底是足够还是不足够呢？那第一个，我们会采用这个光学影像的方式来判断水田的分布，哦，也就是说，基本上当然在我们每一年的话，一般实务上来讲的话，各个农田水利会他们在每一年呢一初期的时候，会把他的今年的用水计划给各个这个水源单位，但是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些误差，哦，那因为农民他可能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不太一样，哦，那这边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卫星影像的这个方式呢，来判断多少的水田，判断多少的水田在哪里，哦，它的面积是多少，分布在哪里。那这主要的是看二月底跟七月底，就是我们一期做跟一期做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是田间的蓄水量。那这一部分的话，主要是我们会用这个气象局的这个 HERDAS 模式。但 HERDAS 模式呢，它实际上是3公里平方，对不对？就是3公里平方哈，每个小时的这个资讯呢，配合这个 MODIS 这个卫星影像的这一个影像处理，然后来把这个蒸发产量把它细致化。好，那这样子我们这个目的何在呢？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呢，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块，这个是我们把每个区块把它网格化之后，会去知道说在这个区块里面它的蒸发产量是多少。那这蒸发产量是多少呢？我们可以配合整个的这个地气压、地表温度跟土壤含水量呢，我们来 check 目前的这个蒸发产量，配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所谓的作物的辨识呢，跟它的这个作物生长用水的曲线两个来比对，来比对之后呢，我们大概知道说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蒸发产量以及这个作物生长的这个是不是吻合。如果是蒸发产量哦大于或等于这个的用水区长曲线的这个量，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减工。那但是如果说当你这个蒸发产量不足的话，就表示说这个植物它的需求量是不足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增工这个用水量，增工这个灌溉用水量。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目前按照这个水利会提供给我们的用水的计划呢，我们到底给他这么多水，那到底是够用还是不够用。因为既然如果是太多的话，这个水其实就是说由田间的灌溉渠道就其实就流走，这个水就浪费掉。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检核，希望能够让他知道说我们目前提供的这个水量到底足够还是不足够。那再来是这个防洪的运转的一个模式啊，这个当然是从流量推估到放水策略，得到这个防洪运转。那这部分呢，其实主要还是在这个洪峰通过在我们这个防洪运转里面，其实就是风前段的这个预放水量，以及这个洪峰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水库的这个调控，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让水库的最高水位不要高过它的设计的这个最高水位。那当然防洪后段以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开始要考虑一些问题了。后段的这个放水量呢，第一个就是说它过丰后段之后呢，水库的安全基本上确保，但是我们把这个，但是若后续来这些水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我们到底怎么去善用它呢？所以目前来讲，第一个会把这个一些相关的排沙的这个设施呢把它打开来，让这个水把库里面水库里面的沙把它清掉之后呢，剩余比较清的水呢我们再把它存下来。这就是我们在防洪运转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最佳水源的调控部分，我们是采用这个 WRI simulation 的这个模式哦。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最佳化的这个调配水源的一个模拟一个模式啊。它主要是让这个水的这个运用呢能够达到最佳化。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用这是一个模拟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模拟的调度之前呢，我们可能会公共用水呢会50%时间处于第三阶段的限水，这个对啊。经过模拟之后呢，我们建议只要调度40%的这个农业用水的话，可以让它不要进入第三阶段的限水。那所以这就是这个模式本身它的功用就在这个地方。那关于细节部分的话，我想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请带各位来参阅啊。好，那我们在底下讲的是所谓整个的这个系统的架构。那整个系统架构呢，
从这个关联的因子的这部分，包含这个用水的需求啦、调度的决策啦、防洪操作，以及我们这个所布置的这个感测的这个像的原始资料。那什么叫做感测网络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目前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会设置数百个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感测元件哦。那这感测元件呢，其实当然有现有的，也有新设的。这些相关的这个所有的资料呢，通通必须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模式运算里面呢，再从这个模式里面呢，把它的这个结果吐出来以后，进入我们的展示平台，来让这个所谓的decision maker 能够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置。啊，我们的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的系统架构就是在这个配合这个物联网，也是放置在国网中心里面哦。那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整个资料需求，这是各个相关联的这个的单位其实是非常的多，包含这个气象局啊、水利署啊、农委会啦、各个经济部等等啊，以及各个水利会啊。那我们这只讲这几个水利会，原因是我们这个案子呢，我们是以石门灌区做一个范例，是以石门灌区做一个范例，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限制在这个桃园这个跟石门这个水利会。那当然这是一个先期的一个展示型的一个案子，那后续的话，如果这个案子成功的话，那当然后续的话在全省都会去做个推广。那这里面会牵涉到就是结合相关的感测元件、网络的传输以及这个所谓的机电 AI 人工智慧这一个部分，都必须一起 together 在一起把它完成。好，这个当然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的需求啊，就请各位参与就行。那当然这是我们的资料库的选用，但当然我们人工物理模式或人工训练得到的这些相关的资料的参数，以及网络取得这些相关的物理知识的资料，以及我们这个视觉化展示所需要这个地理资讯的这些相关的组织哦，其实这是我们放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好，以下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功能。整个平台功能，因为我们建立这些相关的这些系统之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展示的功能，让需要的外界呢，能够存取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所产出来的这个相关的数据，以及我们要如何展示给决策者以及给大众大家来使用哦，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所谓的平台功这个平台。那在整个平台的有哪些功能呢？第一个当然是资料的收集哦，还有及时的管控，还有情势的评估，决策的辅助跟系统的管理。那当然这里面来讲，这是一个基本资料一个收集。以及它的处理，还有资料供应啊，这个供应呢，对内是给模式的供应，对外是给其他一个相关单位的一个相关的资料一个供应。另外呢，就是及时的管控呢，要及时掌握各个水源，好，和它的水情的评估、防洪操作等等。在这个里头呢，要做一个情势的评估，也就是分析它各个可能的流量的入流量，以及这各个评估各个的需求量，好，来做最后一个决策。那在整个来讲的话，整个平台的设计呢，不同的这个的这个模式呢，其实都可以直接用拉弄这个所谓的这个挪移式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展示。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在资料的收集部分的话，其实都采用的是所谓自动化排程哦，那但也是会有一个人工操作的一个部分，从这资料取得到资料的处理到资料的供应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及时管控部分，其实就是要掌握到每一滴水哦，随需而供哦。那当然这里面来讲的话，结合这个 GIS 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把每一个这个站的单站都把它拉出来，你可以显示它这目前及时的影像，目前及时各站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产图。好，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情势的评析哦。我们了解这个掌握这些相关的数字之后呢，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整个流量预测，因为从短期来讲的话，就是水库的入流量的这个防洪的预测；以这个中期来讲，就是我下个阶段的这个随需而供这一块水源的调控这一块。好，再来就是决策的资源，我们必须要让决策者知道说你可能有哪些方案可以用，你可能要做哪些的调度哦。那这个调度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这部分，然后还有另外就是跨区资源，你有哪一些是在你这个区域外之外，你外区外可以增功能的一个水源？好，这些都必须在这个系统里面来展示给这个决策者，让他来做个最佳一个决策。好，那但是系统的这个权限啊 ，APP 的系统，那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这个系统里面会用，会因为决策者很可能是在外面，他可能是只能用手机，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采用 LINE 的这个所谓语音的操控方式来让这个决策者不用去在手机里面去输入这些相关的东西哦，用语音的方式来做输入也可以。好，这个我跟各位介绍是整个石门水库的供水区的一个示范哦，一个示范区哦。那石门水库实际上它有两个很大的一个灌区，一个是石门灌区，一个是桃园灌区哦。那在配合到烟山堰之后呢，配合三峡河来供应板气，以及供应这个所谓大南啊，这是整个净水厂哦。这是整个我们网路的一个架设的一个图哦，石门水库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整个网路整个感测元件的架设呢非常多，总共一百五十几个这个感测元件，这里面包含带有雨量、水地下水位井蒸发量，以及河川的水位、净水厂的这个出流量、备源井的这个地下水位的水位、各个皮塘的这个水位哦。那这都是我们所有新既有的感测站，以及配合我们新设的这个感测元件的，整个它进入到我们的整个资料收集系统里面去，来做整个的这个地面水、地下水的这个供的这一端，以及需求水在农业作物这一端，以及这个民生用水这一端的这个供跟需之间的一个感测。这个是我们在这边所布置的这水相关的这个水气象站的水位啊、流量、雨量等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感测元件。这是一些感测元件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啊，但基本上我们采用的是 LoRa 跟 NBNO IoT 的这个双通讯的一个备援啊。整个来讲的话呢，我们整个的愿景，我们希望在这个长期来讲的话，以日为单位的话，实际上能做到六个月的这个所谓的预测。这里面来讲的话，以 AI 的地面水跟 AI 的地下水呢，来提供整个预估的这个供给量。AI 公共用水跟农业需求呢，来提供这整个的预估的需水量，好，来做这整个的这个智慧调控水库的智慧调控的一个决策分析。那在这个短期的部分的话，经由这个细级降雨的预报呢，来知道这一个强降雨呢，它的这个主使的这个降雨的预报，好，来做到这整个水库的调控的模式，并且把这个相关资料分配给到下游的这个相关的河道啊、河川的防洪里面。那但是讲石河局是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北区来讲的话的水系的防的淡水的主要就是石河局在负责啊。那整个来讲的话呢，整个我们可以希望能够达到的，就是说整个来讲，短期来讲，短延时的部分的话，是所谓的洪峰的消减、河川的防洪以及这个水库的这个防洪啊，这一块能够得到水库的安全，还有一个防淤，因为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排放的水呢，来拿利用它再把它拿来冲沙哈。另外，水源的应用呢，能够随需而供，哦，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计划的一个精髓哈。另外，稳定供水，不要进入第三阶段的这个限水啊，以及这个有效的这个管理。那以上是我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啊，谢谢各位。你好，非常感谢你的那个精彩的报告。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刚刚提到的这个平台的整个系统的界面。目前哪一些国家是对台湾有威胁的？这个是，就是说哪一些国家在这个区块平台的整个系统的建制会对台湾有竞争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很多的部分，它会有 big data 的一个部分，它将来这个因为水利署或者说农委会各单位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标准都不太一样 ，protocol 也不太一样，资料格式也不太一样。将来其实这个刚刚有以日、以月、以小时各方面去侦测，其实是系统大概要跑多久？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台湾在某一个模组或者说元件其实都很强，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欠缺的是一个整个系统的一个平台，要往国外输出。那我相信中兴工程在这一个区块非常有经验，那将来是不是有专属台湾的一个连接？第一个问题，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之下，台湾有没有完整的一个整条系统由上而下？要不然这个我们花苞每次都是帮人家代工，这个是有一点蛮辛苦的。谢谢。
非常感谢你的问题哦。那我想，这套系统其实呢，这套系统其实是我们在承办水利署的这个计划里面所要发展的一套系统。哦，那你说有没有竞争对手？其实呢，目前来讲的话，整套系统我们目前在国内当时在竞标的时候是有几个团队在竞争的哈。我当然后来我们是结合台大以及结合成大以及结合其他的资讯厂家，也来做一个整个系统的这个建制哈。那整个来讲的话目前国外就我所知道，因为目前还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竞争者哈，所以其实这部分是还没有哈。不过当然我们来讲的话是有引进一些荷兰的一些模拟的一些模组，那当然我们中心部分我们自己也在开发自己的模组哦。那整个来讲的话，整个资料没有错，整个资料是非常的庞大，所以我们在刚才在介绍资料库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整个资料库的整合以及整个资料库格式的一个这个建立，因为它有其实可以看到资料来源其实非常的多，非常各个不同的单位的资料的格式，其实以及他们这个来源的这个密度其实都不太一样，这也是我们这个计划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整合各个相关单位外部提供的这个单位的这个相关资料，以及我们自己感测元件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的感应出来传递回来的这个相关的讯息。那这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相关的管测元件其实厂家也很多，那个不同的厂家，当然他因为你既然建制下去的话，那这个按照目前国内来讲的话，你就如果是以公家单位来讲的话，它只能对外发包。对外发包的话，基本上根据采购法的话，它也没很难去指定是某一家厂家，所以基本上这确实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当然说我们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就会这个系统里面就会要求它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相关的格式。就必须要它来配合我们这整个这个系统，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达到这个整个系统的顺畅运作。我问一下哈，在我们看到那个地下有，你有写到地下水桃园台地有水井，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大量的抽水会不会导致地层下陷的问题？那第二个，他假如说是深水井，对地层下陷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可是它抽水成本是非常高的，那这样子再作为自来水，这样划算吗？是这样的，地下水的这个抽水，其实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目前其实在我们公司也在做一个叫做所谓的智慧地下水的一个管理。那所谓智慧地下水的管理，其实呢，这里面会一个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必须去试着去模拟，以及当然不只是模拟，我们事实上在现地也打了相当多的这个所谓的试验用的这个水井。那这个目的呢，其实除了了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地质的这个含水层的这个情况，以及它的地质的这个透水率之外呢。那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去了解它所谓的安全出水量，安全出水量，也就是说，在这个每口井呢，你在哪些的安全出水量之下呢，你可以不会造成所谓的地层下陷这个副作用出现。好，那所以我们目前在这个所谓的地下水这一块里面，我们会装很多所谓叫做地下水的流量计。好，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在管控。不要让这个所谓的地下水的这个抽取量超过我们所容许的这个安全抽水量，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讲说我们要掌握每一滴水，其实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是在监控不要让它超用的这个部分，其实这是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除了可以善用每一滴水之外，其实也在监控不要让它超用了，这是我们在做所谓的智慧水管理的，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功能，只是我刚才没有讲，因为这一块是比较偏向于就是防弊的哈，不是心理哈。
这要看地区啊，要看地区哈、哦。为什么它还是要抽深水井的话？当然，它的这个扬层高啊，它所抽取扬层高，它需要电力比较高，这是一定的哈、哦。那只是我想，这个每个人都会算嘛。我为什么要去花这么多钱去抽它呢？哦，但是他认为说，他付出的成本一定是他效益一定高于他的成本嘛，所以基本上这是要 case by case 要看地区了哈，要看地区。那当然，就这个抽深水井，其实在目前来讲的话，中南部会比较多一些了哈，会比较多一些。其实东部的地下水本来就很高，北部现在目前根本就禁抽，哦，这其实啊这个部分其实在啊中南部其实比较多，尤其其实我们讲穿了，在屏东其实是个特别多。好，屏东里面其实还很多的，目前屏东的这个其实自来水的供应率没有很高，哦，它其实大部分呢，它还是抽取地下水，尤其一些深水井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也就是其实我们在讲之前在讲，啊，我们高铁沿线在云林部分有一些，因为高铁的沿线的这个地下水农业用水的地下水这个抽水，导致它局部的这个地层的下陷部分。那其实我们在刚才跟各位报告，其实我们在做所谓这个智慧水管理里面。未来可能因为目前是以北部这个石门这个灌区为例，这样其实如果推广到中南部去之后呢，其实到了那个阶段，可能就是会把每一口的井的这个的监测的这个感应数值，通通会传回到所谓的这个系统里面来做监测。好，我觉得你的 PowerPoint 做得很好，差不多。台湾的那个所有的水都装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应该够资格去做台湾水利署的署长吧？我有几个问题啊，想请问一下，你是不是你们公司有到国外做的经验吗？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是那个阿富汗斯坦的人，阿富汗的人，他是住在巴基斯坦。他有一次到我们台湾来找我，我因为我有那个休息的星期天带他去看水库，哦，他觉得很好啊，他就一直想问这个，因为我是觉得你们公司到阿富汗去可能非常有希望，非常有希望可以做很大很大的生意，因为他们整个国家哦好像都是山跟石头，很少有水。它不是沙漠，但是它，因为你去巴基斯坦，在 border 在那个边界的地方哦，枪支买卖什么，你要买什么东西都有了，你要买你们都有啊，但是那个地方哦，反正整个阿富汗斯坦是，他是白人哦，他阿富汗人是白人，但是那个他们非常缺水就对了，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去那边。还有一个问题，我问那个金堂科技那个老板一下哦，你们用中原那个薄膜，它可以用几次？它可以做逆渗透吗？可以反馈吗？还是只是说用了几次，三五次以后就要丢掉？可以那个像那个台盐那个拉开来洗吗？有的是没有办法拉开，再重回来拉开来洗，有的是可以的。可以的哦，可以啊、哦。这样我这样子说，整次就卷起来吗？啊，卷起来之后，你可以拉开再拉开来洗吗？洗以后再卷回去。它不是这样洗的、哦，不过我这样跟你说明一下，我们那个水厂啊，它是用逆洗把它冲出来。对，逆洗冲跟药洗冲。哦，这样效率不是很好。那不然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建议？如果它可以拉开来洗，整张拉开来洗，然后要包回去。整张再拉开来洗，再包回去。它是整卷嘛，对不对？卷得很密很密。还卷得很密。拉开来洗，然后又卷回去。其实不大需要卷回去哦，就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公司有自己的洗膜厂，就在我们台中。那我们就是把膜放进去里面去做反洗的一个。我们当然我们水厂里面也有线上的 CIP 清洗设备，就是线上药洗的系统。那如果真的是有些时候，当膜的寿命是有一定的限度，当你 repeat 几次比较重要吧？可以再说一次吗？你 repeat 几次比较重要 ？repeat 几次是指什么的 repeat？ 重再逆洗几次？我就这样子说好了。你买任何一个国家的膜，
它跟你保固就是2年到4年的时间。那我们这个水厂运行了11年，以我们自己运行的经验来判断的话，我们那个膜可以用8年左右。对，是中原大学做出来的吗？不是，不是。哎，好像现在像那个台塑来了，还是有6、7家在做嘛？台塑没有在做膜，没有在做膜。哎，台塑没有做膜。有啊，他们有做。哎，他们跟我们买的。哦，他们对对对。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事实上我们公司在很多国家有做过所谓的做这个水资源的这一块哦，那当然包含东南亚国家、寮国、印尼、菲律宾哦，这个缅甸，在中南美的话，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个南非做过洪都拉斯啊、多米尼加啊，这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了。那其实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在做水这一块哦，大概是已经做在将近50年了，大概将近50年了哦。那在其实我们公司大概是以水起家啦，增文水，我们公司的第一个计划就叫增文水库，啊，增文水库就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案子，增文水库的设计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案子，啊，那增文水库完了以后，当然都陆陆续续国内一些相关大的水库，增文啊，这个翡翠啦，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比较大的像龙华坝啦，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公司设计的。那其实水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主要跟水利署这边来做一个配合了哈，哦。那其实我们目前讲到这个水资源智慧水的这个多元水资源的这个管理哦，其实也是牵涉到就是说，其实心力跟储备这两块。那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个实际上的东西把它掌握住。掌握住之后呢，配合所谓的这个所谓 AI 人工智慧这个方式，让它，因为我们晓得，其实我们早期最心里最痛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雨量通通必须来自所谓中央气象局的预报资料。于是它预报的准，我们就往下就做的准；它预报的不准，我们整个就乱掉了，我们整个就完蛋了。因为我们都必须靠他们做所谓气象的这个雨量这一块。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尝试的。希望用所谓用人工智慧方式呢，来修正他们这个一些相关的预测，来让我们后续之后能够更贴近未来实际上的发展。其实讲穿了就是这个样子，很讲直白就是这个样子，一个这么一个计划。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那如果有各位来宾还需要对这边对我们讲者提问的话。您好，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它是多元水源呐，哈，也不只是水库来，那有没有预留，水质的一个空间？以后会监测水质，谢谢。水质这一块来讲，我应该怎么讲？因为水质的范围很广哦。那目前来讲，我们这边来讲，主要的，水质，我们目前主要是放在这个所谓的固体悬浮物的这一块，那但。没有办法做到很细的原因，是因为水质那一块的话，会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会这一块，它主要会到所谓的这个自来水处理厂这一块会去做一个监测。那在我们这一块主要是讲的是原水的这个水源。那原水水源其实我们目前就是主要是放在所谓的这个固体悬浮载这一块的一个监测是有的。好，那这个会监测到我们的整个，我刚才跟各位报告就是整个水库的这个。这个排沙的这一块，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监测这一块而已。谢谢各位今天播控出席这场经验分享会，我们谢谢徐协理。